统一是出路，台独是绝路。从法理上来讲，台湾自古就是中国的一部分，哪来的台湾主权未定论呢？从情感上来讲，中国人民浴血奋战，付出惨痛的代价，才赢得抗战胜利和台湾的回归，哪有台湾呢再分裂出去的道理？从中华文化上来讲，两岸同胞多说中国话，用中国字，取中国名，过中国节，我们同根同源，同文同种，是血浓于水的一家人。搞台独就是数典忘祖，背叛祖国。